去年37岁的霍建华和40岁的林心如玩闪婚了。自从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以来，就备受颇多争议。有关两人因为年龄问题导致婚姻不和的传闻就一直不绝于耳。但是人家也是幸福的走了下来，并且生下了小宝宝小千金小海豚。对已经初为人父人母的霍建华和林心如来说，宝宝的出生给他们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。而近日一张照片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热议。霍建华老婆林心如和他的前任田乔恩同台，一般女性之间都会有比较，更何况是前任和现任关系。自从女神林心如和老干部霍建华结婚后，就有网友拿陈乔恩和林心如两人做比较，两人这次同台还被称为世纪大同台。有网友发现了一张陈乔恩很不爽的照片，全程黑脸，而林心如却是笑意盈盈。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，两位女神之间必定会有一方输。霍建华的妈妈也曾说过，她很心疼自己的儿子，因为关于儿子的婚事，霍建华的妈妈也是只要孩子愿意，她就无条件支持。霍建华对林心如的好感也告诉了她妈妈，霍建华妈妈这才想起，几年前首次见到林心如时，就觉得素颜的林心如很漂亮，而且林心如的性格也很好，给霍妈妈留下了非常不错的第一印象。看来霍建华的妈妈，中意的儿媳妇不需要浓妆艳抹，只要性格好，人善良就可以了。